睇我，因為堂妹係可能有咁高啦。夢想做大哥，咁咪去鴉片煙檔啊，或者即係吸毒。大家原來即係喺埋同一個屋頂底下生活咧，係啲問題先至出嚟。除非你入團啦，即係但係香港你只係得嗰兩個職業劇團。可能我屋企嘅淵源咧，我其實我好多親戚都係做呢行嘅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15。